OK， 继续的回到了这边，中国小孩对战美国胖哥的比赛啊，打的现在越来越精彩了，到底谁能够笑到最后？加油！美国胖哥再战中国小孩，刚刚胖哥是连追了小孩五分啊，成功的逆转了小孩。现在小孩的肯有点迷糊了，什么情况？前面我打他简直像打兔子一样。小孩要给自己调整一下了。好，完美的格挡，这个蓝方打完之后要给胖哥再次形成一波进攻，可惜他没有乘胜压制这手啊。好了，绿冲压头，再投，好，打轮动，机会来了，再来一波起身选择题，对方起身读 ES 空间，这空间打完之后双方都黄了，而且斗气都不是很足，下中，哎，完了，两气，嘎巴，腰断了，腰断了。加油！本场比赛来自于小孩对战胖哥，肯现在被压的有点难。好了，小孩终于用一个难得的一次 profit 洗刷自己心中的这个郁闷呐！妈淘气啊！你敢打我？这么多，你敢连胜我五分？怎么着？又是一个头，反边带头，哈哈，就猜你要投了。哎呀！稳了，这分必须要赢。我有种感觉，小孩这灯要赢。漂亮！继续来看比赛，来自于小孩拿到了平局啊，拿到了平局十分。喝多了想睡觉了，那睡吧。来看比赛，加油！对于。我开了一个好头，这怎么不升啊？是不敢吗？是不敢升吗？小孩体力上来说他占优势，怎么还不升？不升咱防也行啊，兄弟啊！三连投了，不会四连投吧？好了，这次给了小孩一个喘息的时机，摔得小孩有点迷糊啊。什么情况？我怎么被摔了三次？我们看一下，在夕阳落日下的海滩，一对俊男靓女正在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精彩的对局。可惜这一灯小孩要没了，加油吧！那现在来看现在加米的优势局。哇，真的敢，真的敢啊！不要想太多啊，不要想太多。又是个插盒啊，这套插盒带三气喽。难道说这一次小孩就这么没了？他马上就按满三气，应该说还有机会。马上就三气了，小孩稳弱，但是他现在没斗气啊。胖哥在干什么？胖哥在等他前冲啊。